宋一，干嘛吓成这样？发现熊宝宝，针孔摄影机的那个人是谁？狗，你怎么会知道发现了针孔摄影机？我没有说。那天在悬崖上看到的那男人的脸，你说他叫都敏俊吗？确定随身碟不在千颂伊手里，那么已经在都敏俊那个人手上的几率很高。随身碟在你手上吧。 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到10点，来自星星的你。